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进行月球探测，那么月球探测的主要目标就是更好地为科学活动和开发利用活动提供技术积累。我们将来的月球探测活动，会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跟各国合作。 会根据科学的需要和技术经济的条件来考虑何时这个实施载人登月。目前呢，相关的方面正在开展这个方面的论证。我想未来的月球探测活动应该是以人机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